小姐姐你好，在吗？在。小姐姐你哪里人？我啊。老家山东的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小姐姐我也是山东人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哎，我不是想跟我套近乎吗？我是山东东，山东东营的。我们山东人没有这么黑，你看你那个黑样。嗯。一看就是小时候酱油吃多了。哎呀，小哥哥，你有对象吗？没有啊。你知道你扁了几斤，第一个第一小可爱的吧？超可爱的。你是比心第一小可爱吗？哇，是啊。有多可爱啊？哪里都可爱，长得可爱，声音可爱，打游戏贼劲儿菜的那种，但是我人可爱啊。嗯，哎，你山东哪个城市的呀？我是在东营的，你呢？哎，好巧啊，我也是哎，可以发展一下哟。我还没见过他。等一下，我这个电话哦。啊！哦，哔哔叨叨，三分钟后，我先挂了，我这边在等人呢。你叫啥？你叫啥？干啥？王星月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叫啥名？王星星月月小哥哥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你再说一遍叫啥？啊，王星星星月月月。你叫王星月啊？家。你家是东营的吗？这里说什么？对呀、啊，看你，你真叫王新月，东营人，你爸是不是叫王富景？你爸姓刘吗？咦，哎，不会是我隔壁老王吧？我叫曲家琛，你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曲家琛。真的假的？嗯？对，叫什么？你这样叫我很尴尬的。你他妈！哎，你别在这块装了行吗？王新月，不是你在比心接单吗？这是你的照片吗，兄弟？对啊。这是你照片吗？整了啦。你等会儿。你是不是整容了呀？你才整容呢。不是和小时候不一样了。哎，我手机还有，我还有小时候照片呢。太帅了。等会儿啊。没说小时候。我找我的照片，照片在哪儿了？不行，不许发。不是你小时候跟他妈一个男孩子一样，你现在怎么还在这小，还全比心最可爱的小姑娘，你是咋地说的呀？你是兄弟，你怎么好意思说这个话的呀？哎呦妈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不会真的是我表哥吧？不是你在装些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兄弟，你不要在这里装青春可以吧？你真的是我表哥吗？你真的是我表哥吗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我看我现在多好看。你要真是的话，我可没，我微信打个电话。哎，我突然发现啊，对你叫正经的兔子。我的妈呀！喂。挂了。哇，贼恐怖，兄弟。我是比心星小可爱哦。哎呀，你不要从这个语调跟我说话，兄弟。哎，你把这单子撤了吧，哎，你退了吧，好吧，哎，你熟人，你还要什么钱呀你？想得美。一会儿微信给我转50，我花钱点一个，哎，点一个小姐姐，没想到点到你，兄弟，真是难受。怎么我怎么都点到你们呢？点到我什么？比心星小可爱。贼后悔。作为你的妹妹也是很优质的，真的，你不要告诉我爸妈，你不要告诉我爸妈，知道我就凉了。不存在的，好吧，你把这个单子撤了吧，哎，退了吧，好吧，一会儿微信给我转50。什么？你明天过儿童节了，你一会儿再给我转500？哇，什么儿童节？哎，你多大了，好意思过儿童节吗？我今年6岁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就装，我是比心星小可爱哦。哎呀，你不要从这个语调跟我说话，兄弟，怎么还比心星小可爱是真的？呀。每次一回家里面就说，是吧？哎，你有对象吗？你不也没对象吗？你那么大了，都快是30岁的人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肯定我到时候没有人娶你。你不像你，你是真的抠脚大汉，我是真的好看。呀，兄弟，你是不是整了容，心里面就没点批数了？你真的是。你太整容了，这叫你知道有一种叫哎美图软件，知道吧？哎，真的哎，拍出来就是好看。不是，气死你！我现在就好看，不管比心我对我。你们从网上跟我说话。嫁不出去女人，你也不配跟我说话，好吧？我小啊，哎，我年轻啊，哎，你老了。我跟你说，以后没有人会娶你，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天天跟个汉子一样。我的排场对了，你知道我可是比心可优秀的陪陪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的粉丝比直播间的人都多，你直播间我估计也就2-3个人看了。呀，直播间再人给我扣一波一啊！嘿嘿嘿。
吃我为什么东西？你能赚多少钱呀？一个直播，你说直播有我赚的多吗？你看比心的都多少钱啊？哇，比心一个月几万，随随便便都挣上了，好不好？哈，你没听说过主播月入百万吗，兄弟？我一个月几十万，随随便便都挣上了，好吧？你可拉倒吧！就你刚刚那个操作，就你那个技术，你还要直播？你不在家扒苞米、啊、就你这个技术啊，觉得你在家扒苞米，我观众贼他妈的多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听不听。经常和明星一起玩，你知道吧？你是真的不懂，我是现在是个名人。我跟你说，你对我说话现在客气一点，好吧？我不听，不听，很恐怖。不听，不听，王八念经，不看，不看，王八下蛋。一会儿给你个差评。你敢？可以。现在给哥哥撒个娇，说哥哥是最棒最帅的，好吧？想得美吧？丑得要命。